近日，在中共国全国各地由民众燃放烟花和中共黑警引发的冲突，那是此起彼伏。过节嘛，燃放烟火在中国那可是传承了上千年的，而中共各地一味禁止燃放，无非说是空气污染，容易造成伤亡事故。但是啊，燃放烟花的响声和产生的硫磺，它既能驱魔驱鬼，还能去除瘟疫。在中共病毒肆虐的新年到来之际，压抑多年的民众燃放起烟花爆竹，那既是对死去亲人的祭奠，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，更是对中共独裁说不。火是人类永续流传的穷生工具，它也是可以灭掉中国共产党这个刘邦组织的武器，更是老百姓拥有的最核心的自卫手段。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，合法使用烟花爆竹对准中共的愚民机构，请尽情的燃烧吧。